不管你在韩国也好，在日本也好，他都很少说。哎呦，做一个 PGR， 结果抓到对方的战术，这个球传过来啊，奥斗，哇！改用积极的战术，但是被台中威达识破，做了一个 pitch out， 这一回是让跑者黄志豪在二垒出局。有点收打的味道哦。哇，这个打四跑上战也不用术，挥了，完全干扰不到。这个球就是捕手的传的球，那虽然准，那一个弹跳的话会给对方一些空间。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挖地瓜，还好，这个游击手做了一个补救。是。